校長，呢邊啊，校長。 何解你会卡住入面啊？校长啊，刚刚小息嘅时候咧，呢几位同学唔知做乜咧，爬咗去影相。呢位同学咧就入咗去，但系出唔翻嚟。我哋已经试咗好多方法脱身，但都系唔成功啊。校长啊，咁而家点算咧？事到如今，唯有请消防员嚟巨难栏杆救人啦！有冇人可以话俾我知，究竟发生何事？你哋已经系中六嘅学生，并非无知小孩。 何解会做出如此无聊幼稚嘅行为，令到学校嘅财物受损？校长啊，我知道佢哋点解咁做。睇嚟咧，几位同学都系冲头嘅粉丝，佢哋咧模仿偶像，影相打卡。冲头？边个嚟噶？学校长，你唔系咁勾连冲头都唔识啊？冲头人嚟噶。校长啊，呢个男仔嘅外号咧叫冲头。 咁系而家咧，一位好红嘅男偶像。所以你哋就为咗模仿偶像而做出如此无聊嘅行为，真系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如此偶像简直系套读青少年。变态啊！仲有，原来你哋经常冒充家长签名，逃学走堂去追星，仲有经常因为追车擅闯私人地方，曾经俾警察带过翻警署警告。 是否属实？证明呢个冲头真系不知所谓。作为一个年轻人嘅偶像，竟然纵容同鼓励自己嘅粉丝做出如此自毁前途嘅行为。我哋需关冲头咩事啊？你唔可再侮辱冲头啦！你可以闹我哋，但系唔该唔好踩冲头。你哋竟然不知反省，我哋只系想见自己中意嘅人啫嘛。 有咩错啊？算啦，同佢讲都系嘥气，沟通唔到噶啦。系啦，校长，整烂栏杆系我哋嘅错，你想点罚就点罚啦。冲头快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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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头快啲
生说我不了解他们，那我就来亲身感受一下追星是什么感觉啦。你们冷静点。你有冇事啊？冇，冇事。你有冇整亲边度啊？咁你休息下先。冲头嚟咗，执俾佢睇啊！冲头嘅车出嚟啦，冲啊！小心啲，唔好撞到佢哋啊！收到。好痛 ！CD 啊，医院啦，唔该。玉英啊，何解你妈妈仲未曾翻到屋企嘅？应该差唔多啦啩。妈妈今日晏昼打俾我咧，话今日下午冇繁忙，冇咁早翻噶。爸爸你肚饿，你食先啦。不必啦，反正我都未煮好饭，等埋你妈妈先啦。根据冲头助手转述，冲头在刹车的时候挫亲条颈，现时已经被送院治疗。我哋祝冲头早日康复啦，同埋亦都想喺度劝喻各位朋友，想见偶像是好事，但切记要注意安全啊！唉，班人神经病啊！追星追到咁样，佢哋个脑系咪坏咗啊？可能佢哋太爱自己嘅偶像啦。玉英啊，你喺片场工作有冇遇见呢啲疯狂粉丝啊？
佢哋傻噶，見到佢哋要避開佢哋啊，唔係因住連你都受傷啊。爸爸，其實唔係所有 fans 都咁癲噶，大部分都好正常噶。不過特別瘋狂嗰啲咧，我哋會叫佢哋做私生粉。佢哋為咗見偶像啊，唔單止追車啊，仲會跟蹤個偶像，跟佢哋翻屋企偷影佢哋，甚至抄佢哋啲垃圾噶。天啊！真係世風日下，道德淪亡啊！我冇啊，爸爸。咁我自己做得呢行，就梗係知道明星都係普通人，梗係唔會唔係偶像啦。好彩我家玉英唔係咁。如果我個女做出如此瘋狂嘅事，我真係寧願打死佢。我翻嚟啦。哎，容兒你翻嚟啦。嗯。等我煮埋啲飯先。今日又有陸德哥哥你做家庭主夫啦。如果你兩母女中意我嘅手勢啊，我日日煮又何妨呢？喂，師傅。哦，知道，我盡快寫俾你啊。哦，拜拜。唔好意思啊，爸爸媽媽，我要翻入房飛稿啊。你哋都見到聰頭受咗傷噶啦，佢聽日開唔到工，揸流灘啲 run down 要全部改過曬，要改翻其他場口。你哋食住先啦，入去飛稿俾師傅啊。最憎追星嗰班黐線婆，害人不淺，連累玉英，最憎人追星噶啦。容兒，你話我話得啱唔啱？我完全同意。咦，姑娘做檢查？嗯。沖頭瞓過嘅床啊，仲有沖頭陣味添啊！沖頭食飯盒嘅筷子。又话嘅水樽啊！咪先，冲头头先唔系俾啲姑娘推咗去照 X 光嘅咩？里面做咩检查啊？闭！喂，你哋究竟系咩人啊？我即刻通知医院报警。大小姐，巴士身份出现啦！你哋全部已經被包圍啦，千祈唔好喐啊嚇！你哋咧而家擅闖私人地方，我哋要報警處理。我哋俾人包圍咗啦，點算啊？我唔想坐監啊！我阿媽會打死我噶！唔使驚，走啊！蒋夫人，你系私生粉？阿长，冇嘢嘛？点啊你？冇嘢。容儿。德哥哥。你搞乜嘢啊？身为一校之长，何解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？一把年纪，竟然仲迷恋小鲜肉，仲成为私生粉，你有冇顾住我嘅颜面啊？我真系乜假都俾你丢晒啦！哎。阿譚校長啊，真係唔好意思，我真係覺得你咁樣講又唔係好啱啦。即係咁，沖頭咧係一個好優秀嘅男人嚟嘅，中意佢咧就好正常。而李偉夫人咧品味的確係有嘅，除咗揀咗佢之外。喂，但係講真喎，何校長，我又唔係話好認同你啲私生粉行為喎。原來你哋都係迷戀呢個小鮮肉，哎呀天啊，真係物以類聚啊！喂，你咁讲咩意思啊？嗱，宋太，你已经系一个有夫之妇，竟然迷恋其他男子，就等于对夫不忠。根据七出之条，系可以休妻。仲有你啦，嚟啊！德哥哥，好啦，我知你系嬲我，你无谓牵涉到其他人，而且所有嘅嘢都系一场误会。其实我并非真心去追星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，subscribe 啦！